Thank you.
Thank you.
今日又难得了哈，这是我73年恋爱的马拉松榕树下。可还记得到民国73年，跟我老婆约会，这个地离他家到300公尺左右。每次他家9:30门禁，免得9点无法回家。那时候这边又没有汽车宾馆，所以每次约会，就从这边等候。现在变成那么繁华的地方，早期是乡下地方，哎呦，好快哦！所以那时候跟我老婆认识3个月啊，就跟她订婚了。在那订婚，免得每次约会8:30都在榕树下等候这个时间，9点又要回家，超过9点就无法进去。那早期又没有汽车宾馆，那不知道怎么办啊！所以那时候啊，想一想啊啦，3个月就跟他订婚了哈，半年之后就跟我老婆娶回家。所以我每次跑马拉松到这个地方啊，一定要跟他拍照留影一下啊，让我再跑我那个中立平镇老家，参加我孙子的周岁的那个喜宴啊。好，就这样子哈，我要继续跑了哈，谢谢谢谢。
Thank you.